无人机大家见得多了，无人船艇您又见过吗？眼前这艘由珠海本土高新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无人船艇，能应用在探测、救援、灾害等现场第一线，在自主航行、智能避障、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企业更占全球无人船艇技术专利比重超过两成，是名副其实的独角兽。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把整个框架，把这个整个的框架搭好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树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果子，然后就开始跟各个大学有针对性的开始合作，所以拥有不少成果应用在我们的产品上。比如现在呢，香港澳门呢，它的大学的科研的前沿性很强，但是它本地的产业支持不够，提供的这个转化的机会不够，所以刚好如果联